嗯，不了解敌人，又没有自知之明，未出战已经注定失败。妙啊，妙啊！知己知彼，不战而胜，是神兵法第三篇谋攻篇的原则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有道理啊！以谋略取胜，远救军力取胜妙啊！但是兵戎相见是很难避免的，将军又有何良策呢？跟住就是行兵的计策。行兵计策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这句话就是出自《孙子兵法》中的谋攻篇了。嘿嘿嘿嘿《孙子兵法》是一部旷古烁今的兵学巨著，亦是世界战争史上研究各种战略战术原理的第一部著作。兵法中所记载的战术学理，至今仍被中外战争统帅所推崇。每个钻研《孙子兵法》的军事家，对孙子十分敬仰。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，字字珠玑，媲美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精密细微，颠扑不破，可以讲是一部兵学圣书。在游戏当中都可以套用《孙子兵法》的所谓兵不厌诈嘛。诈诈诈，你追我不到的。哇，
孙将军，麻烦你继续为呢度咁多位讲解兵法啦。战争可以视为艺术，佢系以科学为基础嘅一种艺术。军队嘅武器、装备、人员嘅管理、训练等等，属于科学嘅范畴，需要讲求科学嘅精神同方法。但系用兵则属于艺术嘅展现。艺术同科学唔同，科学上相同嘅原因必然产生相同嘅结果。艺术就唔系，艺术喺同一原则之下所产生嘅结果，可以话绝对嘅唔一致。战争亦都一样，即使条件相同，但系产生嘅结果唔可能完全一致。所以从来冇两次相同嘅战争，亦冇两次相同嘅胜利。系啊，讲得惨啊，讲得好。战胜不服，学习兵法要抱活学活用之心，绝唔可以一成不变、盲目倚从，要运用军事哲学的修养同埋科学的计算，才能够达到多胜算的功效。真是高深莫测啊！军营篇上。军营篇主要是说明军事上胜利姿态的形成，两军对垒，双方都在找紧对方的弱点，同时亦尽量隐藏自己的弱点，但自己的弱点并非隐藏就能够改变的，必须不断校正改进才可以扭转形势。改进之道就是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精神各方面完成充分的准备，以奠定绝对优势的基础。因此在战争准备和战略姿势方面要力求万全，尽量做到无懈可击，令到敌人找不到弱点，而自己就能够制敌机先。这一样就是孙子所说的胜兵先胜了。战略的目的。善用兵者，整体形势先做到不败的地步，在战争准备和战略布置上以求万全，那就是叫做先胜部署。孙子说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，这种不可胜是操之自我手上，亦有赖于万全的准备。但是战胜敌人就不是勉强可以做得到的，所以孙子说，胜可知不可为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我军能否立于不败之地，决定于自己。将军今次出兵，我军已经有周详的计划和准备了，我方是否有必胜的把握呢？你问我是否有必胜的把握，那我想问你，之前我叫你准备的是否已经准备好了？已经照将军的吩咐准备好了。那我只可以告诉你，我军立于不败之地，能不能够打败敌人就掌握在敌人的手中了。啊，敌军？因为我要等待时机。等待时机？等待什么时机啊？我要等待敌人犯错的时机。嗯，行军除了准备充足之外，原来等待敌人出错都是很重要的。我有没有得胜的机会，完全操纵在敌人有没有犯错。所以善于用兵作战的人可以不给敌人有可胜的机会，但是不能够令敌人必定为我所胜。孙子曰：不可胜者守也，可胜者攻也。我不攻击人，自然没办法取胜，人不攻击我，我亦无失败之理，所以说不可胜。攻击就是主动，集中兵力攻敌人的弱点，发挥压倒性的优势，所以说是可胜。
但是无论攻守都一定要衡量自己的条件先。本身条件不足就采取守势，有充分的条件就采取攻势了。打啦！胜利固然可以计算如之，但是要找出敌人有无可乘之空隙弱点，就不能够勉强造成。当我无法战胜敌人的时候，应该采取防守方式。能够战胜敌人的时候，应该采取攻势。无论攻势抑或是守势，都是换取所需要的时间。攻势是在动态中换取所需要的时间，守势是在静态中换取所需要的时间。前者是在一定时间之内用积极的行动捕捉敌人主力而消灭之，后者则是争取时间拖延敌人行动，自己决战。这个就是我讲的所谓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，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。防守是由于取胜条件不足，进攻则是因为我有充裕的力量。善于防守就好像深藏于地底一样，令人无法窥之虚实。善于进攻就好像天兵下降一样，令人无法防备。如果能够做到这样，则防守时必可确保无虞，攻击时定可大获全胜。兵不厌诈，如果在现在使用就是不择手段，用的时候一定要遵守法律和道德啊。一二三。跑得咁快系冇用嘅，要睇清楚前面有冇陷阱啊嘛。激死啊，又接唔到。激死啊，我呢次一定会接到你个波噶。下官敢问孙将军，有咩办法可以令到我封立于不败之地呢？如果要避免战败的话，必先做好战前的准备。战前的准备，即是说要做到先胜求战，方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军营篇下。先胜求战。善用兵者，在整体形式上先要做到不败的要求。即使敌人倾巢进攻，我方已经有充分准备可以自保，令到敌人知难而退。敌人在力量上超过我甚多的话，我亦可以令到敌人在货弹力屈，
顿兵蔡锐之余露出弱点，再逐次扭转战局，咁就叫做先胜求战啦。善用兵作战者，先要尽量站在不败的基础之上，令到敌人无机可乘，而且不要错过令敌人败亡的机会。你冇机会啦！所有胜利者都是先创造必胜的条件，然后再同敌人作战。而家已经有智胜的把握，冲出去将敌人打败啦，杀他一个片甲不留。胜与败的整体形势并不是开始作战之后才形成，而是在战前就已经造成的了。贸然出兵，战略已经犯了轻敌的毛病，而且犯了不可为而勉强为之的致命错误，所以善用兵者的先胜部署是胜利成功的最大因素。至于失败者又怎样呢？这次的战事胜算如何啊？他总是先与敌人作战，然后再侥幸求胜。冇啦，想不到敌人咁强悍嘅。善用兵作战者的胜利，不会显露出智谋的名声，亦睇唔出威武嘅功劳，因为一切都隐藏收敛，唔会露出痕迹。自大狂妄并有把握，是因为他的措施都已经先站在胜利的基础上，自然能够胜过已经显露出失败征兆的敌人。决战的形势，孙子举出道、量、数、称、胜五个计算程式，作为预测胜利的要诀。这样做是对五事七计的补充，可以视之为军事战略部署的要领。同时，孙子又再度讲到修道补法，以政治修明、法治上轨道为胜利的基础，可见军事和政治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的。善于用兵者，修明军政，确保法制，所以能够主宰胜败。明白没有？用兵之法，第一，判断战区战线；第二，部署计划投入的力量；第三，决定投入的人力物力的数目；第四，比较权衡双方政治和军事；第五，战胜敌人，根据形势产生作战判断，根据判断产生部署计划，根据部署决定人力物力的数量，根据数量比较权衡，最后得出胜算的结果。孙子曰：胜兵若以日称诸，败兵若以诸称日。日是古代的重量单位，一日是24两，另一种讲法是20两，而24铢就等于1两，所以诸日之间相差400-500倍，咁样是形容实力相差的悬殊。
战争的胜利者通常集中一切有形无形的优势军力在决战的地点。若以日清珠等于四五百倍的悬殊，败者恰好相反，居于绝对的劣势。掌握胜利契机的军旅作战的时候，就好似由八千丈高的山涧之中放出的积水一样，势不可挡，那就是敌人无从抗拒的形势了。军营篇讲的是两军对峙的形势，是吗？大王正是。哎呀，是这样啊。将军可否指出本篇的要旨呢？军营篇的要旨就是在军事上表现客观的条件。什么客观条件啊？为将不应打无把握之仗，要认清形势，自己要有充足准备，要立于不败之地，要胜就要把握时机。我明白了，而家军备充足，敌国又受弱不堪，而家是出兵的好时机啊。正是，咁我要再向大王解释以下一篇兵法。好，下一篇是乜嘢呢？下一篇叫做《兵势篇》。计算单位，例如高度、重量、距离和时间，是计算的重要元素。成功人士如果熟知，就可以好好运用。一、二、三。五。